所以你觉得会是粉丝让你打开了心扉这种？那当然是他们帮我打开了这些，对。那给你带来创作上的灵感是吗？会有创作上的灵感，所以我今年有一首歌，就是我会在演唱会之前发表，那个歌曲就是，他们给的灵感。那就算是送给粉丝的一首歌吗？暂不能透露，发出来就懂了。越说越多啊，真的，哎呦，我太不能说了，真的。因为我本来想留个惊喜的，对，